怒。进来。收。哦。像这样，过来。嘿，长这么大了，啊。师傅，你好点了吗？祥芝，为师把你带来，曾承诺好好的照顾你。现在时间不多了。师傅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祥芝啊，为师心存愧疚，我心里一直有个心结尚未解开。天下武功北拳南传，可何时把南方的拳种传入我们北方？祥芝啊，为师走后你去南方学拳吧，将来一定要把南方的拳种传入我们北方。我不要去南方，我要跟你学拳。师傅，师傅。祥芝，你要听为师的，这是为师最后的心愿。你若不答应，我一定死不瞑目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祥芝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师傅，师傅。去哪，叔叔可以带你去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这样很没有礼貌啊。爷爷说在外面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那爷爷有没有说不要和好人说话？你看我多像个好人啊。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个好人。别跑，别跑，站住，站住，站住。把行李还给我，不还你又能怎么样？小朋友，你还是配合点，假装被小偷偷走了。原来你们根本是一伙。你还是太幼稚了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把行李还给我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小朋友，叔叔好怕啊。
你找谁？我找李光武师傅。你找我师傅做什么？我想找他学习咏春拳，拜他为师。可是师傅他……谁呀？师傅来了。师傅。师傅你好，我叫郭秉成，我从北方来，想和您学习咏春拳。你回去吧，我这里不是武馆，也不收徒弟。不，师傅。郭秉成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师傅说过的话是不会改变的。没想到你还挺执着的。我千里迢迢从北方一个人来到这里，也不认识其他人。很晚了，你先进来，今晚就先住在这儿吧。那明天呢？明天你就打道回府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待在这儿呢。你怎么这样倔呢？晚上会很冷的。我是来学武的，不是来不通情的。算了，我不想和你说了，你就在这儿冻着吧。你醒了？昨天晚上是你？我可没那么大力气，是师傅。李师傅，这么说他愿意收我为徒了？哎，你说你一个北方人，干嘛非来南方学咏春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师傅他不在，我怎么知道他的意思？总之，你今天可以先住在这儿。我叫郭秉成，你呢？你昨天已经介绍过你自己了，我要先去忙了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月容。那你姓什么？我没有姓。怎么会没有姓呢？既然你是孙老先生让过来学习咏春拳的，看在祖上师宗们的情分上，我传授你正宗的咏春功夫，日后希望你能学以致用，切勿用其打架动粗。
今日我正式收你为徒，希望你能谨记师父的言行。师父，徒儿明白。起来吧。爷爷，师父终于收我为徒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学的。等我学好了，我一定打给爷爷看。好，好。爷爷，那您照顾好身体，我先挂了。谢谢你。你这么一个人出来，连电话都没有，你父母不担心你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也不太关心我。怎么会呢？父母都是会疼自己孩子的啊。他们才不会呢。我从小和爷爷一起练武，只是一回家他们就会打我。他们告诉我不要和爷爷一起疯。我知道爷爷的梦想是希望我以后能来南方学习南拳，然后让北方的人也能感受到南拳的文化。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你父母也是爱你的，只是他们爱你的方式不一样吧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呢？怎么来练武了？我没有父母，从我记事以来就是师父在照顾我。师父说我是从路边捡回来的。对不起月容，我没什么，这么多年我已经把师父当做我父亲了。好了，很晚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成，师父教给你的咏春拳法你都已经学会了，从今天开始为师也没什么再可以教给你的了，是时候你也该回家了。师父，前些天我爸妈来看过我了，我不想家。秉成，你爷爷让你来学咏春，你应该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，以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师父，我明白。一晃十年都过去了，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也就是带着个行李箱，现在要走了也只能把它带走。哎，你一个练武功的，干嘛那么文绉绉的骗人眼泪啊？明天你真的不来送我了？我要上班啊。其实我挺想你送我的。来送，你就不会走了吗？你脾气倔，回去以后
不要老和父母吵架。北方天气比较干，记得多喝水。还有啊，没事的时候要常打电话回来。回去之后等我把开武馆的事情安排好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和师傅的。好，我等你。把南拳带到北方是你肩负的使命，以后你回去开武馆，为师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不要再提起为师。师父年纪大了，想过些清静的日子，以后没事你也别再来打我。好，我明白。师父，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。坐着啊，厨房还有几个菜。秉辰啊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爸，我昨天给爷爷打电话他没有接，他不知道我今天回来吗？怎么会呢？前些天我们都告诉他了。那今天你们怎么不接他过来？你爷爷不是岁数大了吗？从老院来一趟也挺折腾的。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啊，对对对，吃。儿子，这个是你小时候特别爱吃的，还有这个。秉辰，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看家武馆。你爸前些天托关系，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一份工作，约好了明天去看看。要不你去看看？我不去。哎呀。这是你爸好不容易给你找的。爸妈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这种事情让我自己处理吧。秉辰啊，过去你跟爷爷练武，爸觉得强身健体，也就没说什么。因为爸小时候也跟爷爷练过，要不是因为时代不允许，爸也跟你一样。但是当今社会时代变了，有个安稳的工作不比什么强啊。我吃饱了，你们吃吧。秉辰，哎，秉辰，你去哪儿呀？你看你爷爷去。哎呀，你说这，他要去了可怎么办？早晚都知道，这样也好。哎，爷爷，我回来了。爷爷，秉辰，想和爷爷一起学吗？我想和爷爷一样厉害。
怎么爷爷都不在了？你们都不告诉我。秉承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出去这么久了也没点长进。爷爷死了你们还瞒着我，让我怎么冷静？秉承，这是爷爷的意思。当初你妈要叫你回来，爷爷说如果你回来他走也会走得不安心。孩子，爷爷这样是希望你能够安心把拳学好。我和你妈对不起你，你和你爷爷最亲，你爷走最后一程也没有叫你回来送一下。爸，既然这样，爷爷临死前都想让我去学拳，那你和妈为什么还要反对？爸也不是反对你练拳，只是当今社会练武防身健体还行，哪有靠他吃饭的呢？爸，爷爷和祖上都有一个心愿，你应该也知道。爷爷让我学好拳，就是希望我能把南拳带到北方。如果我传不下去，爷爷死了也会不安心。孩子，这事哪有那么简单呢？我会坚持下去的。爸，如果你和妈不支持我，那也请你们不要反对。这个再说吧，咱们先回家。爷爷，我来看你了。景元朗孙子没能来得及送你最后一程。爷爷，您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去南方学拳，现在我学成回来了，现在我打给你看。好了，既然拳馆都开了，就想想以后该怎么办。爸，我知道了。以后有什么需要老爸帮忙的，尽管吭气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爸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可以。晚上回来，咱爷俩好好喝点。好。秉承，这次你去南方学拳，一定要把南拳带回北方，我们郭家有这个使命。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月容，你在忙吗？你怎么了？听起来好像情绪很低落。武馆开了吗？嗯。那是没招收到徒弟吗？嗯，也不是。今天第一天开馆，就是心情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不太好。
不要想太多，才开馆也不会立马就有人来学啊。秉承，我还有事儿，你要继续坚持下去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老头子，你快给他打个电话，看看怎么还不回来。着什么急呀？你饭不也没好吗？你就不担心他呀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一个练武的，还怕出什么事儿？不是你回来说他情绪不好吗？不对呀，今天叫你去你不去，你现在这干什么？我关心我儿子不行啊？谁管他那武馆呢？好了啊，别嘴硬了，他今天情绪不好，回来你少说两句啊。怎么还不让我说了？我就反对他开武馆。看你。又来了，爸，回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坐会儿，一会儿你妈就把饭做好了。坐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就好。要不要喝点？那就陪我喝一盅吧。秉承，你从小跟爷爷学武，后来又在南方学拳，这么多年也没怎么接触社会，这次开武馆跟你想的差别挺大吧？推广武术文化，想把这种咏春拳的南方拳推到咱北方来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。我虽然说武志资质平庸，但是也懂这个道理的，慢慢来都会好起来的。爸，谢谢你，不管多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的。以前我就跟你说过不要你开武馆，就是不听，现在知道了吧？你少说两句。你说他一回来，我这忙前忙后的，还不都是为了他？爸，妈，你们吃吧，我先回去了。秉承，秉承，回来！你说你，我都输了，他心情不好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呀你，我怎么说你呀你？把小茹交出来！我不要回去，我不要！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上！阿七，小茹！阿七，阿七！小茹！阿七，小茹！小茹！小茹！副总！哎，小子，这命令什么事啊？小茹，看见就当没看见。看到就是看到了，什么装都没看到。下下下下下下！阿威，快走！你们先走。小子，身手不错啊，下次再找你。阿七，夏如，夏如。他们是谁？你怎么会惹上他们的？大男人的留什么眼泪？师父，你收我为徒吧。小茹她已经走了，我以后就剩一个人了。你先起来吧，等伤好了再说。
何来了？啊，李伯父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月荣，李伯父，你们可能还没吃饭吧？我顺路给你们带来点吃的。谢谢。行，早日康复。谢谢。师傅，你先吃，我们出去谈点事儿。好吧。出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浩宇，上次你跟我说的事情我想好了，我答应你。啊，是真的吗？你是说你愿意嫁给我了？太好了，月荣，你放心，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。几句话想单独跟月荣说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别耽搁太多时间了。好，没事的，人生啊，总得经历这一步。祸兮当福，听天由命。可是月荣，我最放不下的还是你。没事的，师父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我活得已经够长了，也该去陪陪你师母了。师父，好啦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知道你其实是喜欢秉承的，虽然小何也很好，但是感情啊，不是说谁对你好就可以勉强在一起。月荣，我不想你为我牺牲什么，这手术做不做对我来说都行。师父，我从小被人丢弃，是您把我带回家教我武功，虽然我一直喊您师父，可是在我心里，您就是我爸爸，我不想您丢下我一个人。好孩子，你真的要学拳吗？小柔已经被他爸抓走了，我以后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。郭师傅，你收我为徒吧。嗯，好吧。师傅，请喝茶。阿静，你是我郭秉承的第一个弟子，习武先习德，我不希望你将来学有所成，是去找那群人。师父，我不会的。好的，起来吧。师父，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？走吧，我教你打拳。好。
站住！怎么了？你们是宇春武馆吗？是啊。你们不能去。你们干什么？呀，这不是对面武馆的光门大弟子吗？这是冤家路窄啊！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不想干什么。这两个人是去你们咏春拳馆学拳的，如果你今天能打得过我，我就放他们过去。我不想跟你打。你是怕了吗？就他们那三脚猫功夫能打得过我们吗？好。痛苦。看到没？就他这破功夫，你还要去学吗？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你们把武馆开到对面，又是何意？再让我看到有人去你们武馆，我是见一个打一个！其实我并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把拳馆开在他们家对面。阿静，就像你可能永远忘不了小茹，在这里有我和爷爷的感情，也有我对武术的全部热忱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那这件事该怎么处理？我自会去处理，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千万别和他们冲突。可是他们没什么可是。阿锦，咏春拳的实战技巧一时半会儿你也掌握不了，我教你一些基本的动作方针吧。师傅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嗯，今天的事情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自己站出来，回去把祖训抄一百遍再来见我。师傅，我再说一次，任何人不准去对面的武馆闹事，再让我知道，以后别再进我的雷虎拳馆。听明白没？明白。阿斌，你跟我进来。有思妍的消息了吗？嗯，他说他这两天在云南旅游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哦，思妍也只肯和你联系。我这当父亲的。师父，思妍也是惦记您的，他昨晚打电话还问我给你带什么礼物呢。带礼物？我自己的女儿我能不了解？得，你别替他说好话。阿斌，看着大伙儿不要去惹事儿，别丢了咱们的面子，省得让对面武馆的人觉得咱们气度小。是，师父。师父教你的这些拳法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随便出手，明白吗？是，师父。来，我们开始练习第一式。注意力集中一点。师傅，门口好像有人找。月荣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之前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？我是怕你在忙，没敢打扰你。就你一个人来吗？师傅呢？师傅怎么了？师傅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他忙，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怎么样了。月荣，你来我很开心。
师傅，这拳还教不教了？你自己先练会儿吧。走，我带你出去转转，这里和广州可不一样。师傅，师傅。今天我很开心，谢谢您，秉承。谢什么？我也很开心。为什么送给我？明天我就要走了。这个泥人像，原本是想带回去的，可是。我却没什么可以给你留下的。这么快就要走了，月容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让你留下来。太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对不起，秉承。我要结婚了，师傅。总以为问逃脱，叛逆，王静月，用尽全力想要争取，最终两个人。走了。不，我不相信。月柔，你告诉我，你是骗我的。秉承，你冷静一点。师傅，操劳过度，得了癌症。医药费都是我未婚夫给付的，秉承，是师父从小抚养我长大，我欠他的太多了。不要哭，我走以后。你要好好经营好你的武馆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完成自己的梦想。你也是我的梦想啊。就当这辈子是我欠你的，下辈子我和你一起完成梦想，好吗？月容，用尽全力想要争取，最终两个人再见。先生，您喝多了。我没喝醉。
他就给我拿酒。这我没有钱，您说我不是这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对我？爷爷死了，不告诉你。师父得了癌症，还瞒着我。开武馆，连父母都不支持我。我对喜欢的人就结婚了，但是站在他身边的却不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他就给我拿酒。好好好，我拿去，我拿去。开门，开门！哎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快来呀！怎么喝成这样？我没喝多，我没喝多。这孩子，叶柔，叶柔，走吧，走吧。喂，师傅，你快回来，管被人砸了。什么？秉承，秉承，吃饭了。这孩子这些天怎么回事？那个人给偷走了，我还没有要回来就被你这个烂好人给搅局了。什么？少废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把他给放走了，所以我的钱你赔。可是我没钱。你说什么？你没钱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哎喂，你给我站住！喂，怎么回事？
早上有人来武馆咨询，然后对面莫名其妙冲进一群人，结果就成这样了。太欺负人了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哈，人，哈，哈，哈，你们谁去我的武馆找事儿？我，有种跟我打！还知道回来啊？我就想去云南玩玩嘛。玩就不知道提前通知下家里吗？我玩忘记了嘛。那好啊，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跑出去。阿斌，看着他，让他好好练武。是，师傅。外面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我出去看看。郭师傅，不知今日为何这样上我家师兄弟们？你问一下他们。强子，说，怎么回事？小瑞去他们武馆学咏春。师傅有没有说过，就算小瑞要去学咏春拳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？可是，小瑞，也是真的想学咏春拳吗？如果你真的想学，就跟郭师傅走，没人会左右你。大师兄，跟你们练功练了这么长时间，跟你们也有感情。原本我身体弱，练功是为了强身健体，可是每次练完功之后都觉得体力透支。之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咏春，他们更多的是技巧，所以我想去试试。好，既然你真的想学，就跟师傅和众师兄们告个别。谢大师兄。郭师傅，让您见笑了，都是误会。既然是误会，那要请贵武馆扫去对面巡视挑衅。好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引以为戒。好，告辞。告辞。不要让他走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快点还钱。我可没拿你钱，你不还钱呢也可以。我看你身手还不错，你跟我比一场，怎么样？这……少废话！赢了，改日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的。郭师傅果然身手不凡，改日有时间一定切磋切磋。让那些被见笑了。小女平日里性格桀骜不驯，还望郭师傅不要见笑。今天都有冒犯，在下给雷前辈赔个不是，先告辞了。干嘛婆婆妈妈的？我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睡觉了。哎，思妍，其实我有一句话一直想对你说，我喜欢你。宇斌哥，我困了，有什么话我明天再说吧。
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糟糕，泥人呢？妈，我爸在吗？在。喂，爸，你在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泥人像？是你上回喝醉酒拿回来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就那个。在你房间里呢。上回你喝了那么多，手里紧紧的还拿着那个泥人，那个女孩对你是不是很重要？没有，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锦城啊，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或者开心的事儿，你随时回来，咱爷俩喝点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好，你也好好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我知道，你和妈也是。好，再见。现在打电话回来都不多和我说一句话。你也是，明明很关心他，每次一见面就跟仇人似的。我还不是为他好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失恋了？我不知道。看看看，没听见他刚才那语气啊，八成是被女孩子甩了。你怎么那么八卦呢？对咱们儿子有点信心好不？我倒是希望他早点结婚，咱们生个孙子，他听吗？当初要不是你让他从小跟着爷爷学武功，我会同意吗？都过去这么多年的事了，你这干嘛呀？明天他自己回来拿泥人，你自己问他好了。行行行，反正我在儿子呢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问就我问。站住！哎，思妍，思妍，累死我了！来，准备。哎，干嘛？握拳，日子重锤，一二，你们练的拳就是这个？
雷大小姐，我想你是不是走错拳馆了？怎么，我就不能来学咏春拳吗？如果雷大小姐是真的想学咏春的话，那我们当然欢迎。可是你真烦，我是来找你们师傅的，他人呢？他不在。不在？他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很忙的。哦。如果雷大小姐没事的话，那请便吧。那我在这里等他，一直到他回来。随你便。好，我们继续练习。来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啊！来，大家站成一排。好，下课。雷大小姐，你还要继续等下去吗？你能给我一杯水吗？好，可以。喂，师傅。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对面武馆的雷大小姐竟然在我们武馆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你找我？不是吧？她走了吗？没有了，我看一时半会儿她也走不了了吧。那你想想办法把她弄走了，就这样。哎，再见。哎哎，师傅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来，雷小姐，你把你师傅的电话直接告诉我，这样更直接。这不好吧？哎，雷小姐，雷小姐，喂，阿金，雷小姐走了吗？喂，你说话呀。原来郭师傅是在躲着我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本小姐大清早起来就一直等你到现在，你们竟然敢骗我，气死我了。哎，雷小姐，我手机。竟然敢耍本小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思妍，发生啥事了？都怪那个郭明成，气死我了。他怎么了？本小姐从早上一直等到他到现在，他竟然都躲着我。思妍，你是喜欢上他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，我喜欢他？我凭什么要喜欢他？那你为什么早上躲着我？哎呀呀，烦死了烦死了，先出去，我想静一静。月容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想你。我们可以谈谈吗？
你找我是有什么事？郭师傅，我有话直说。你是喜欢思言了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只需要回答我，喜欢还是不喜欢？谈不上喜欢，不喜欢。那就是不喜欢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请郭师傅以后离思言远一点。如果你喜欢思言，你大可放心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可是思言他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思言我是最了解他的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打一场吧。我不想打。我也不想输。我爱了他两年，好不容易向他开了口，可是一切都晚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呀！于斌，你很好，加油。林师兄，师傅呢？这么长时间也不来教我们练拳。是啊，是啊，林师兄呢？师傅这两天正在忙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那是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就这两天，就这两天。你们先自己练一练。好。来，咱们继续。起来，你起来，起来！郭秉辰，你站住！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！我不用你管。我不管，就为了他，你忘了你的梦想了吗？你忘了你和爷爷曾经的约定了吗？你忘了你说你对那里有感情？如果你都忘了，那我也不想待在这里了。
去吧，我这里不是武馆，也不收徒弟。2015年全国传统武术比赛在广州体育场完美落幕，来自北方的青年小将郭秉成在个人组拳术类获得全国冠军。此次比赛中，他用完美的咏春拳法向我们展示出了中国武术的传承。据了解，在我国北方练习咏春拳的人是十分罕见的，因此当这个来自北方的小伙子用咏春拳来参加比赛，惊讶了现场所有在场的评委和观众。是我啊，我是雷思妍。思妍，今天你得了冠军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了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吧。那好，明天我去找你。搞什么呀？陈师傅在吗？请问小茹，好想你。我也是。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？我那天在电视上看到郭师傅，那晚是他救的你。我本来也是想碰碰运气的。那你爸爸呢？他不是一直都反对我们的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也是，我以后都不会再离开你的。我也不会离开你。
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？怎么没事我就不能找你？还是说你得了冠军就比较忙呢？没有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和你学咏春拳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爸不会同意的。我爸已经同意了。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会大吃一惊的。那也不行。你这个人真奇怪啊，凭什么别人可以我就不行啊？妈，哦，我现在马上回去，这个事情完了再说，我还有事儿先走了。哦，你不让我学我偏要去学。哎呀，儿子回来了。快坐坐坐。得了冠军也不先说回家报个喜。就是就是。爸妈，得了冠军也不至于摆这么一大桌菜吧？还有人来呢。还有人啊？谁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来啦。你妈要跟你相亲。谢谢阿姨。听说您特别爱喝西盛源沙棘汁，我就给您带了一箱。这孩子，你来就来，还拿礼物，快快快快进屋。儿子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你张阿姨家姑娘欣欣。妈，这就是你说的喜事儿啊？那不然呢？欣欣，坐。叔叔好。好，坐坐坐。儿子，你这次得了武术冠军了，也该考虑结婚的事儿了。我没有心情，这种事情应该提前和我商量一下吧。你想等到什么时候？好了好了，咱们先吃饭，来，动筷子，动筷子。我没有胃口，你们吃吧。顾秉辰，你刚得了冠军，还是陪父母一起吃完饭吧。叔叔阿姨，那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拜访你们。欣欣，欣欣，欣欣。你这孩子啊，你看看多好的孩子啊，你上哪儿去找去你。觉得你妈做事有些不妥，可如果当初你妈真的反对你开武馆，我又从哪拿钱赞助你啊？爸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你妈的心意就好。我们老了，希望你能够早日成家。嗯。这次获得武术冠军，没有你我也得不了冠军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好，今天回来，先给大家说声对不起。从今以后，不管什么冠军不冠军，我一定会好好教大家练习咏春拳。好，好久不见，郭秉辰。闻郭师傅夺全国冠军，在下特来切磋。学习功夫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高下。哦，拿了全国冠军再说这话是不是太晚了点？少废话，开招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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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是是，哼哼，是。在下叔的心服口服，请郭师傅收我为徒。师傅，你不能。你是真的要拜我为师吗？是的。好吧，我收你为徒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知道你顾及阿伟。如果他不来找小茹回去，那也是你迟早要面对的。如果不是，他的确是个有潜力的可塑之才。师父，小茹和我好不容易才在一起，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他。阿静啊，你我师徒都是被情所困，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无法预料的，交给上天吧，他会给你一个答案。将军，阿伟，我不想回去。小姐，我这次来不是来抓你的，可就算我不说，老爷也会找到这里的。可是我真的离不开阿静。小姐，你这次偷跑出来，老爷如果知道了，这武馆也保不住了。我想你更应该清楚，阿静在这里总比在外边流浪的好啊。我不甘心，为什么我和阿静就不能在一起呢？这是命啊。小姐，该怎么做你自己想想吧。李靖，不管我们曾经怎么样，现在我们是师兄弟，有些话我得直说，你和小茹不可能。我和小茹的事不用你管。你以为你和小茹的事是两个人的事吗？如果你这样执意下去，这里恐怕你都待不下去了。他在里面，你们聊聊吧。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是瞒着你爸出来的。都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什么时候走？明早。流浪，阿静，不要这样。小茹，为什么？
想你居无定所，不想你颠沛流离，不想你每天都过着没有安全感的日子。为了你，我愿意。小茹，我要走了，你跟着郭师傅好好传授咏春国术。小茹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你不要走，我求求你了。在一起，就因为我穷，就因为我没有钱吗？但是你不要这样，至少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，我永远不能忘。休息一会儿。怎么样感觉？不怎么样，你们这拳练的太没意思了。咏春拳的练习方法呢，与北方拳都有很大的区别。你要想练好，首先要学会空无，从零开始。从零开始？那我之前学的不就白学了吗？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咏春修的是念力，以技巧取胜。哦。嗯。放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出去。
的不错呀。等一下，下周来了个拳王，有信心吗？放心。最近外面在传，我们雷虎拳馆有人打地下擂台。师傅，我没听说。你去查一下这个事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思妍最近怎么样了？师傅，你不都默许他练咏春了吗？阿斌，雷虎拳馆的祖上一直都有一个遗愿，你应该也知道。郭师傅本与我同门，他能完成祖上的遗愿，我没有理由去反对他。但愿思妍，他是真心想学咏春啊。电话，真是急死人了。秉承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。秉承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但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我刚才看到林静，她去打黑拳了。秉承，秉承，郭秉承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火急火燎的跑过来告诉你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好，就当是我一个人的一厢情愿好了。林静，不要以为不用咏春拳打就没人知道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根本就听不懂。懂不懂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师傅在等你。我可没跟他说你打黑拳的事哦。来了，陪我下一局吧。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不小心碰到的。哦，你先走吧。阿静，师父常说心静心诚才能做好人。人啊，就和这棋盘一样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师父的话你明白吗？嗯，我明白。下去。下一个对手就是他。我可是绝对相信你会赢。我们
在你身上压了很多的钱，如果输了，我们是会赔很惨的。听我的，别打这场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我对你真的很失望，你以为这样小茹就会回来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听我的，别打这场。我说过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就那么有信心你老板会买你赢？他们打黑拳，怎么到处放消息说是我们做的？师傅，连静是用雷家拳打的，这件事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爸，秉承他也不知道这件事。他不知道，那连静的雷家拳总还是他教的吧？爸，他们的武馆已经被武术协会给停了，你就帮帮他们吧。这件事不用你管。
爷爷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这两天还是回去吧，我爸这次是真的生气了。我不走。你气死我了！你怎么这么固执呢？思妍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啊？不过你这次是真的太冲动了。你知道吗？林静是我收的第一个徒弟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他当外人看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走这一步。可是这又不是你的错啊。做师傅的哪能没有责任？你回去吧。真是没想到，你还能来看我。谢谢你。师父，对不起。秀萍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让人省心呢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一声，给他打个电话。我明天去看看他吧。那我明天跟单位请个假。算了吧，我一个人去吧。近的看一下，放心吧，这个做完之前和之后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当时我牙掉的时候，我都担心以后怎么说话呢。你应该感谢带你来那个小伙子，我们这儿种牙是一个特色项目，种之前和种之后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哎，那个小伙子呢？妈，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都怪我，我该请假陪你一起去了。
好了，那个抢劫犯抢我包的时候，我可想说我儿子的武功可好了，还没等我说呢，他就把我的牙打掉了。妈，我错了。你哪错了，儿子？妈妈相信你，以后你再开馆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支持你。没机会了。啊？好了好了，咱们不说这些了，咱们先回家，先回家。等等，那个送我来的小伙子呢？谁？那个送我来的小伙子。儿子，他救我时候好像用的是咏春拳，是你徒弟吧？刚才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他人走了吗？刚刚走了。哎，要谢啊，你得谢谢我爸爸。我可不是帮你，我是想老宗师的愿望早日实现。谢谢你雷前辈，我郭秉承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。继续跟你学咏春拳，你还教吗？你到底是要学咏春，还是要做我女朋友？当然是女朋友了。哎，你猜我爸现在在干什么？会不会他学拳的时候比我学拳的时候还笨啊？只有你才会那么笨吧？你才笨呢！说谁呢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传承剧组宗师的扮演者孟庚成，我预祝我们传承这部影片播出之后呢，会有对中华武术弘扬光大的积极作用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动作演员世界双截棍冠军吕一杰，我现在在山西太原传承剧组，我呢在这里祝贺传承剧组票房大卖，一炮而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齐璐，在这里预祝网络大电影传承大卖，希望在上映以后呢，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和关注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宇豪，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名地下拳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祝传承电影票房大卖。大家好，我是星光大道朱宝成，在电影传承扮演角色小何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关注新媒体电影传承，同时也预祝本部电影能够票房大卖。让我懂得平凡不平庸，那些理想的恢宏只不过是年少的骚动。
相逢，给过最激烈的感动，就是过后的彩虹，才明白自己的不同。在他这妄想的美梦，太过太年轻的懵懂，不愿束缚你的主动，才知道失去的有种。是你给我的光荣，让我看到自己的星空，未来有太多沉重，也要把梦做到最顶峰。是你给我的包容，让我懂得平凡不平庸，那些你想的恢宏，只不过是年少的骚动。给我的光荣，让我看到自己的星空，未来有太多沉重，也要把梦做到最顶峰。是你给我的包容，让我懂得平凡不平庸，那些你想的恢宏，只不过是年少的骚动。